从导演之言吗？导演之言，那导演之言没关系。我们苗栗乡亲心里不满的是，平常我们永和山水库有水的时候，支援新竹，不为共，没有话讲。这个永和山水库在苗栗，也不是苗栗的财产，水也不是苗栗所拥有的。但是我们平常支援人家，一旦到没有水的时候，新竹有地方支援他，我们苗栗要停两天。我们大家不满的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具体的建议，水利署也好，水公司也好，你改天给我一个精算。所谓的精算是，当然我们主张以后不供给新竹了，因为他没有水，他有办法从桃园来嘛，那我们何必供他呢？何必支援他呢？这第一个，再不然的话，水满水多的时候支援没关系，你至少要跟我们永和山水库保留看几十趴的水，低于那个趴数以后，我们就不支援新竹，因为我们不支援新竹，新竹也不是没有水嘛，它像现在我们没有支援它，它还是有水嘛。